我要看他的内裤。看不到，他没穿啦。哦，他没穿。然后三二一。现在就是要买票了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哇，好漂亮，这个人好漂亮哦。你们是要来看我们展的吗？对。是有人已经看完了吗？你们不要看了，我们看完了。怎么样？来过来。演唱会怎样？那个演唱会的片段那里看到觉得很感动，看到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话，就、啊、唯一的神话。你有哭吗？差点，差点。差點天哪！那为了你那个这么真心的一个就是分享，我们 Rosie Selina 给你拥抱一下。哦，你想要镜头。好，我们要进去了。我们现在要进去了，这就是我们松烟的三号仓库。然后就是哦，你们看里面很嗨哎，有音乐，有 S H 的音乐，有懂吃懂吃了，好嗨哦！然后我们就要拿票呢来换票，来，我先跟他换票。演唱会开始！戏剧化的女人，我真的是很戏剧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定要来看一次，这样。结果没想到没有很多人看，有啦，今天是平日啊，对了，而且要开学了，其实开学了啦，对啊，假日人很多。感觉我看见，因为小小坚持，这就是爱情。